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、不畏强暴的人民。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。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、压迫、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同时，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、压迫、奴役我们。谁妄想这样干，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。